啱啱开始嘅时候要俾多啲耐性，留意细节。最难得嘅系每次都有新鲜感，天天如初见。相处落嚟，几时用猛火，几时用细火，慢慢就会有默契，心领神会。最重要系识得欣赏一齐享受最满足嘅时刻。对我嚟讲，佢就系百看不厌。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佢嘅陪伴，幸福家庭，永康宁。